我们来解这个呢，一元一次方程式。首先同类项合并，把 x 合并起来。在 x 项的话，这里有三分之一。这有多少？负的哈，三分之二，减掉三分之二 ，x。这有多少呢？常数项，这里有三分之二，加多少？这里有二分之一。这个等于负一啊。那这个合并以后，这个是三分之负一。这个合并以后，这是六分多少呢？七啊。把它移过去，所以就得到三分之负一 x 等于多少？负一减六分之七，就等于六分之负十三了。六加七十三嘛。然后三约掉，三就得六，负负得正。所以x 等于多少？二分之十三，所以这个就是答案。